开始。我感觉特别遗憾吧，因为电影《大轰炸》这两天是到了特别紧张时期，正好赶在咱们这期录制当中。原来说是诺伊自己参加，我说自己参加就会太寂寞，有他妹妹在，他俩是一个依靠。其实我说那就妮娜去吧。哥哥被挂住了，谁来救救他呀？哥哥被挂住了，谁来救救他呀？这次那个刘烨叔叔没来啊，那就是你来照顾了，好吗？然后还有你，咱们都一块照顾。你喂奶，我放那放。